大家好，我是二哥。咱们今天过来一个新地方，大家也大概能看出来，这个是小泥。我们在这个海生池子里，但是已经废弃了这块，而且没有人来，肯定是有货。走，咱们看看。刚来，看他看见我过来，趴沙子里了。赤脚红。这块看来有货呀，也是一个赤脚红，还蹦跶了，抓两个。飞起池子里肯定有货，差一点，差点跑了。你是出来晒太阳呀？呀，这里估计啊，有他们吃的东西。都是泥，这个小池里，咱们先上去吧。这里面泥，螃蟹它一般坐在泥里。还有小鱼，走你！呀，全是你！哎呀，太深了。这晚上应该螃蟹比白天还多，全是石头。先来挖一下那种眼，因为这一块地儿这种眼特别多。看，今天也抓不少了。咱们看一下这海参池子，这水还往下退着呢，一般从那口就退出去了。这头有一个大口，把大口也能退出去，那涨潮退潮的时候都从那个口出来了。咱们视频先录到这里，让二哥继续搜索去那深的地方。喜欢二哥的视频，关注二哥。大家好，我是二哥。今天落大潮，本来这一块是退不出来的。你看今天咱们这儿捞过春王了，还有条船，走，咱们进去。我的鞋了。有点小啊，放了，我这鞋了，鞋在泥里边，那是我的鞋。走，看这深泥坑，这全是泥啊。夹子给我，哎，你先啊，别照，赶紧我走，站。哇，
看看。黑的很啊。来，走。这又是一个大海龟，这就咱们就放过了。走，找大海螺去。加一只马尔罗，还在动。再抓去！哎呀妈，天哪！你是再给你个螃蟹。好，好，我过去那头。我们继续抓去。好，好，你慢点啊！啊，好。你往旁边找。二哥现场教学挖海龟。小朋友没劲儿，不会吧？那么大，村庄一样。这个海龟更大，没反应。哎呀，哎呀，抓紧时间，走走走走走走走。这个更大，这个挖掉挖掉挖掉，照旁边。这个应该特别长，我估计有个半斤重。大，长，你知道吗？它那根特别深的，搞不好就断。已经挖很深了。你没发现这种不动？哪儿不动？底下有蒜呢！我天！哎呦哎呦，漂亮漂亮！我的那个天哪！够大吧？真的有半斤。还得快呀！走走走走。二八 K 去。香螺。马尔罗。哥，马尔罗。先抓海螺，这个海螺太小了。哎，单腿，单腿吃羊。这个海螺那你别动它了。
候抓这些，还有螃蟹，还有两个大海葵。刚那会儿把一些送人了。视频的话，请点击关注，谢谢大家。